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才知道一个直说钱的频道。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富人凭什么富？这应该是很多穷人都想知道真相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成为富人，可无论在哪个时代，富人永远是极少数呢？实践表明，富人之所以能富起来，有偶然的因素，但更多的是必然。 且富人们所凭借的东西基本上都有共通之处，正是凭借这些共通之处，使他们成为了极少数的富有者。那么问题就简单了，只要找到富人们共通之处，也就能为无数想要成为富人的人提供一条终南捷径。至于能不能做到，那就是自身的问题了。事实上，富人们的共通处，每一个正常的人也都可以拥有，只不过很多时候。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，或者没有凭这些东西去追求财富罢了。必须事先声明一点，这里所说的富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靠合法致富且对社会有益的富人，也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榜样。至于那些通过非法手段、欺骗手法谋取暴利以及为富不仁的富人，则绝对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那么，富人到底是凭什么富的呢？ 一欲与财富是比高富人凭野心来求富，要想富，首先就要有致富的野心，这是无数富人通过自身的成功证明了的真理，而这也正好是绝大多数穷人所最为欠缺的，也是很多想要摆脱贫穷的人很容易忽视的一点。无数富人的创富实战告诉我们，财富源于梦想，野心创造奇迹。二，穷死胆小的，富死胆大的，富人凭胆量来抢富。 假如你想要摆脱贫穷，成为富人，你就必然要面对无数未知的风险。你以往的那些经验和拥有的能力，肯定跟不上你对财富的欲望。这时，你所能凭借的只能是胆量和勇气。中国老话说得好：“富贵荣华险中求。”财富往往伴随着风险，胆小如鼠之辈，一辈子也别想发财。三、面对机遇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富人凭机遇来抓富。 富人、财富、机遇这三者密切联系，不可分割。优秀的富人往往能在发现乃至创造机遇中赢得财富，而更多的财富反过来又会为富人带来更多的机遇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机遇背后虽然是财富，但它又是稍纵即逝的，这就要求想要致富的人在勇气和胆量之外，还要练就敏锐的洞察力，能够及时识别机遇，并迅速而准确的抓住它。 四钱生钱真的很爽，富人凭投资来赚富。对于真正优秀的富人而言，钱只有在不断的流动中，才能体现其真实价值，也才能创造出更多的钱，即所谓的钱生钱。致富的一个重要秘诀，就在于让你的钱通过投资得到升值，让钱生钱。只有这样，财富才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。五人脉是金，却贵过黄金，富人凭人脉来往富。黄金有价。 人脉却是无价的，所以说人脉是金，并不夸张，甚至对人脉的价值有所低估。人脉绝对是富人之所以富的一个决定性凭借。西方商界有一个流行已经的说法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，靠的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际关系和百分之二十的专业知识。成功如此，要赢得财富同样如此。你的人脉越强大，你赢得财富的空间就越大。 每个人都拥有实现的财富可能，很多时候只是缺少一个关键支点，而人脉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支点。六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；富人凭理财来聚富。在绝大多数富人的生活中，理财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。他们自己如果不擅长理财，就会请专门的人才为其打点财务。在致富过程中，理财也始终是富人的一个重要凭借。 也就是说，理财不是等到致富后才有用，而是在致富过程中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其实，优秀的理财能力是完全可以学习和培养的。最重要的是自己先有理财的意识，然后就是多听听专家的意见，多学学富人的理财经验，如此，你的理财能力一定会得到提高。七，富人一思考，财富滚滚来；富人凭思考来谋富。 思想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，一个善于思考、勤于思考的人，根本不愁赚不了钱。凡事三思而行，多思考、勤思考，才有可能抓住机遇，进而采取行动，做到知行合一，这样也才能钱有所赚，事有所成。八，意想可开天，敢想有钱赚，富人凭创新来创富。富人之所以富，创新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凭借。事实上，许多富人。 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并非太过突出，他们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敢于创新，绝不循规蹈矩。这样的人往往极具反叛性，很难得到老师和家长的欣赏，但却一定是更能适应商业社会、更能创造财富的。更多创业经验及思维，我会每天在朋友圈分享给大家。目前我自己也有几个团队。 我所分享的这些都是自己一步步实践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扫我二维码加我微信，祝大家发财。